嗨，各位有事哥，我回来了。今天我吃啥菜？永坡面，这里面班班正正的一斤面，我也不想我吃的完。然后这个煎了两个蛋，然后这是烤肠。话不多说，开碟，先把面摆一下。里面我除了那种辣子之外的，还加了两勺麻酱进去。哇！但是我说这个颜色还是很不错哈、啊。哎呀，还是把它给放上来。哇！哇，好香啊！吃面不吃酸，酸味少一半。这面真的不好捏，有点粗。但这味道是真的好。这里面醋跟酱油我都放过来，酸酸辣辣的，还是这面我放了半碗，还是这面哇！